这边是一个小侧门，这边，哈哈哈，来来来，来咱们进去看看吧。哇，这人也太多了，哦，哎呀，太多人了，哇塞，人山人海哈，哇，太多人了，要不要去看看呀？这太多人了，这，你想吃冰激凌吗？哎呦，好。给你来个冰激凌，小冰激凌，怪不得今天那么热闹呢，这边好像有那个比赛啊，那边还是开始的地方，他们已经结束了，你看他们还有那个奖牌啊，奖牌
的超级多。哎呀，那这边就这家了。哎呀，他看看，今天来晚了。哎呀，都没什么了，都卖空了。还好还好，我们家胖子哈，还抢到了我这个最喜欢吃的这个牛角包，哇，超好吃，里面还有馅儿的哦。妈妈拍我的吧。对，这个是你的。妞妞妞。好，这边是一些熟的生蚝的做法哈，炸的、煎的，然后往那边呢，这边。那个里头呢是买那个生的生吃的生蚝哈，路过这边啊一定要买一些。哎呀，这次买到了这种 jumbo， 就是大的这个生蚝。哎呀，还是没有之前买的大哈，啊之前是 super super jumbo 哈，超级超级超级大的，那时候这种超级大的是很难买到的，因为经常会被人家订走。打开来，哎呀哎呀，哦，这个挖挖壳，哎呀，宝宝用他的挖挖机在挖贝壳呢。我在找大贝壳。你在找大贝壳啊？好，来，让我看看。哦，这个是大的。好，那你找吧。好，这里呢，小镇里头有一个，在这个里头有一个自由市场，哎，也是今天开门哦，很多手工哎，哦，来看一下，哦，都是一些手工小作品哈，来看一下，哦，巧克力，哇，这个。吃的包子哦，一会儿过来看看，买两个。哦，这个手工小吃的，好可爱啊！哎，这个小兔子，哦，哎，这是木头做的一些架子啊，砧板。哦，小宝宝的鞋子。太可爱了，哎呦，还有宝宝的小围裙，哦，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哦，这个是套在茶壶外头的，哦，哈哈，漂亮，哎，喜欢这个向日葵的，太喜欢。香薰蜡烛，还有植物，哎呀，还不错，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市场，哎呦，还有石头，哈哈哈，来，哇哦 ，So hand painted by me. Oh, okay. And I'll see you today in your gardens. 看，这是我选的三颗小石头，可爱吧？Thank you. Cool. Thank you. So that's 750. 他帮我包起来。I will wrap them up so that they're done.